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肠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 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你好。 Hi Della 好，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不如呢又探讨下一个的情况呢，就是有些人呢可能他即係要做一啲表演啊，或者可能要去見一啲人，或者可能咧去 interview 嘅時候，去面試嘅時候咧，就有啲怯場啊，或者有啲人咧就係講話，哇上到台嗰度咧，突然間都可能發台灣啊，乜都唔記得曬啊，呢啲咁嘅情況啊，咁喺你嗰個臨床經驗上面，個同類療法咧，對於呢啲情況嘅有冇都可以幫助到啲即係病人啊，或者啲我哋啲聽眾啊去解決咁樣樣咧？係嗱，其實咧，上台去演讲咧，根据有个调查咧，可以咁讲咧，系接近100%个人咧都有呢、這个有呢个嘅毛病。我都有，我都有。好 common， 好 common 嘅吓，好 common， 好 common 嘅。啊，咁咁所以咧，即系所以你喺有好多书籍嘅吓，关于呢啲咁样点样去做，系啦系啦，好多方法呢个问题啊，咁样。咁等你即係演講得更加好啊！呢知道好多嚇，咁所以咧有時係表演啦、怯場啦，之前咧緊張起嚟嚇、焦慮起嚟啦咁。咁、那個症狀咧可能包括個人感覺虛弱啊、面色蒼白啦、啊、忐忑不安啊、發抖啊、震抖啊、有時嚴重咧係肚瀉嚇、要去洗手，有次哇去洗手間屙咗肚瀉，心跳咧同埋咧。是嗰、那个脉搏咧加快同埋出汗吓，呢啲一般嘅即系嗰个怯场嘅嗰个症状嚟噶啦。咁有咩并发症咧？咁其实冇咩严重嘅并发症嘅。咁大不即系最多可能晕咗嘅啫，失常啦，或者吓到喐唔到啊，即系震到啊，即系晕咗喺度，唔系喐到，唔系好喐得啦咁。好啦，咁遇到呢啲情况要留意咩咧？咁第一即系有时啊，有啲人咧系佢感觉不适。但佢未必好明顯，即係講到俾你聽，我係怯場啊咁樣，咁所以你要留意一下，有冇呢啲明顯嘅怯場嘅症狀咧？譬如面色有冇蒼白啦，有冇震抖啊，有冇出汗啊？咁呢啲即係一個表面你可以觀察到嘅症狀嚟噶啦。好啦，喺同類療法嚟講咧，係好簡單，有幾個療劑可以大家可以嘗試嘅。第一，如果你遇到那個情況咧，那個人咧係心跳加速啦，極度之焦慮。啊，对于面即系面即系将来要发生嘅嘢咧，有一种好非理性嘅恐惧嘅。啊，咁我就用呢只咧叫做硝酸银啦，啊 ，gentle nitrogen 硝酸银。咁即系话咧，呢、这个硝酸银咧，我哋好多时候咧就唔系只系用喺即系个焦虑表演焦虑咁简单。好多人咧就有好多焦虑症嘅，而佢个焦虑症嘅主要嘅症状咧，佢系对于将来就要发生就你要做嗰阵时嗰啲嘢咧，佢发生好严重嘅焦虑嘅。咁所以我哋嘅疗剂系硝酸银 ，OK， 好啦。如果个症状出现咧，系一种虚弱啊、震抖啊、头晕啊、腹泻啊，或者嗱尿急啊呢啲咁咧，咁呢个疗剂咧就系黄素馨啦 ，Gelsimium，OK， 好啦。咁如果发现咧系个人咧系即系惊住自己会出丑吓，知唔知啊？即系好冇面啊咁样，咁企图咧想企图去掩饰佢咧，嗱呢种咁样嘅性格嘅人咧系会用嗰个石虫。石虫型噶啦，好啦，咁你话同佢疗法嘅效果点样样啊？当然要好快啦，你唔可以慢慢先出现效果啦。通常咧系5到30分钟就会改善嘅吓、即系如果你嘅疗剂用得啱嘅话 ，OK， 好啦，咁除咗疗剂之外，做啲咩咧？咁其实好多好多资料嘅吓，无数嘅书籍，我自己都睇过好多好多嘅书籍噶啦。咁、一种简单啲人咧就系、是、数啦，由一数到100啦，跟住自己深呼吸啦吓、即系慢慢地咁、做呢个动作啦。咁同埋咧，另外一種咧就係、是、想像你上一次，咦，上次做得好掂喎，好成功喎、咁樣，咁啊將呢嗰種景象咧係自己想像出嚟。好啦，咁仲有咧，你就
将自己咧就觉得咧，所有观众都系你嘅朋友嚟嘅，小朋友嚟嘅，咁你咧就送啲爱俾佢，即系你对住个面嗰啲喺你面前嗰啲观众咧，当佢一个小朋友嚟嘅啫吓，咁你咧就系你嘅，我企喺佢面前咧，我就会将我爱咧系传达俾对方，咁即系呢种咁样嘅善意嗰种嘅心态去做啦。咁亦都有一啲人咧就饮杯室温水啊，有啲人咧就用冷水啊洗下面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咧就系、是、做嗰个松弛啊、拉紧同埋松弛嗰啲肌肉啊，咁做一啲一口啊掹紧佢啊，又松弛啊咁，做呢啲咁嚟到舒缓紧张嘅情绪噶啦。咁当然啦，如果你有手头上冇啱啱手上或者未有买呢个嘅、那个疗剂嗰个套装，未有手上有呢个工具咧，咁你开始前嗰时候咧，我就可以用一啲贝曲花药吓，即系贝曲花药，我觉得咧系个好处咧就系就好广泛应用到噶吓，用五滴贝曲花药咧，即系水度嚟到饮咁就 OK 噶啦。好啦，咁再个别同大家介绍啲啦吓。好啊。咁第一个疗剂咧就系硝酸银啦，啊 ，gentle nitrogen silver nitrate，OK、okay? 啊。咁嗱呢个疗剂嘅一般咧个应用嘅地方咧，佢呢啲人咧系恐惧咧，对一好多。有啲事情咧系有一种预期嘅焦虑，佢知道就要做呢样嘢啦，佢谂到咧佢已经焦虑噶啦，啊，咁嗰啲人咧会咁样不停咁问自己嘅，如果发生呢件事或者嗰种事，我点算好咧？咁成日真即系心中喺度暗暗沉沉呢样嘢噶啦，啲人好怕迟到嘅 ，OK， 啊，咁同埋咧佢啲人咧好多时候咧朝头早一醒咧就觉得哎呀，我冇办法对付，即系面对呢一日啦，吓，即系好多嘢要搞啊，咁样瞓咗觉唔知吓，一醒哎呀谂起啲嘢就即系冇办法面对噶啦。咁啲人好多时候咧，对嗰啲人群啊、密室啊、电梯啊、戏嗰、那个剧院啊，同埋嗰个戏飞机入边咧，都有种焦虑嘅，一种密室种恐惧都啱啱用嘅。咁、那个人咧通常咧系匆匆忙忙吓，冲嚟冲去，好冲动嘅，讲嘢又好多嘅，咁亦都会有剧烈嘅心悸啦，觉得自己心就快跳出嚟咁样添。咁平时咧啲人咧好中意食啲甜嘢或者咸嘢嘅，啊，咁咩令呢个情况更加差咧？一个压细即系狭小嘅空间，啊，即系佢就会特别令佢差嘅。咁呢个咧就系嗰个硝酸银啊。咁我过去咧我就即系我都冇乜，即系冇乜好机会咧，啲人咧会系因为要上台表演嚟揾我睇病，好少噶，啊，即系呢啲比较普遍啲嘅。咁但系我医嗰啲通常咧系一种。即是那种恐惧症的、啊、焦虑恐惧症。那这个的硝酸银是我经常用得着的。OK? 好啦。另外一只就是黄素卿 ,Gelsemium, Yellow Jasmine、啊。那这个症状呢是通常呢怯场的时候呢个人会震的、啊。发冷啊虚弱啊头晕啊那种震那种感觉的。那亦都因为期待而焦虑啦、啊嗯。那因为可能因为怯场呢就突然之间呢声音发炎声音沙哑哎呀突然之间喉咙痛啦。嗯啊，唔知點解出現咗啦，今日去唔到啦咁樣。咁當然非常害怕啦、混亂啦，同埋迷惘嘅。啊，個人極度疲累。咁但係咧，面上咧可能你睇唔到任何嘅表情嘅啫。嚇、啊，咁全身有黏糊糊嘅汗水，啊，震抖同埋發冷。但係咧，佢係唔口渴嘅嚇。個、啊、人基本上咁，但係咧嚇，即係逢親要考試啊呢啲咁樣咧，佢就會令佢嗰、那個。那個情況會更加壞，咁呢啲好多時候咧，可能咧可以用喺一啲人即係要面臨要去考試嚇，係、要考試啊，咁呢個咧係可以諗到呢、這個，可以諗起呢個療劑嘅。一考試咧佢就病啦，咁啊咁呢啲咧喉嚨沙啦或者病起嚟啦咁。好啦，咁另外就石蟲啦 ，Lycopodium club moss 啊 ，Lycopodium 好啦 ，Lycopodium 嗰種人咧，通常咧都係比較高高瘦瘦嘅 ，OK。高高瘦瘦嘅个人咧，就基本上咧就系、是、表面咧就好想俾人觉得佢系好正啊，好、有好威猛，好有自信。但内子里咧嗰、那个自信心就唔强嘅吓。咁、所以有阵时候呢啲人咧遇到公司有啲新人嚟咧，佢会感觉即系受威胁嘅，唔中意嘅吓。咁、佢最大问题咧就惊住咧系冇面失丑啊，即系觉得咧当时咧。做錯咗咧，好似俾人覺得佢傻瓜咁樣啊！呢種係佢最難忍受，因為佢平時咧俾人感覺咧佢係好掂嘅嚇，咁所以佢唔能夠丟假嘅咁。好啦，咁但係咧石蟲型呢、這個症狀嘅人咧好得意嘅咧，譬如佢上台之前咧佢好驚嘅啊，咁但係咧佢演講一開始咗冇幾耐咧佢就搞掂啦。
即係好順利嚇，即係初初係差，但通常咧佢最後佢都做得唔錯噶啦。OK， 咁啲人咧好中意，即係好多人欣賞啊、啊掌聲啊嗰啲咁樣。咁石蟲型嘅人咧，平時咧就好多時候咧就好多消化問題，啊氣咧就好多腹部脹脹啊，啊好容易消化不良唔舒服嘅。咁佢自己咧係中意食甜嘢同埋飲熱飲嘅。OK， 咁一日裏邊咧。下午四点到八点是比较差的。即是它有个时段的四至八。温暖是比较差的。好啦，这个是一个协场常用得着的三尺的同类疗法的疗剂。嗯，好啊，唔该晒袁医生。系啊，头先咧，可能我哋一开始我讲嗰阵时就话啊，啲表演啊、协场，可能都好多人都会谂到，诶，我都唔都唔会做呢样。但系咧，我哋当中咧，因为医生又解释到嘅时候咧，咁就系咧系咧关系到好似咧啲好多啲学生啊去考试啊嘅时候咧，其实咧都经常会出现咗一啲嘅呢啲嘅情况嘅，譬如可能就系考试之前咧就系、是。震到死啊，驚到死啊，面色蒼白啊，或者好似或者甚至乎咧係肚痛暈痛啊，或者可能考嘅期間嘅淨係暈低咗啊，要送院啊，咁呢啲我哋有時都會聽得到嘅。咁咧今日咧大家咧聽咗阿袁醫生咧介紹咗三隻療劑嘅時候咧，咁可以咧就係、是、常備喺屋企度啦，我哋嗰個家庭套裝啊啲嘢咁嘅時候咧，如果真係家中有一位嘅朋友嘅親人咧係有呢啲情況咧，咁一隻療劑就可以幫佢解決。不是他们温习不努力，而是原来他有这个这样 的问题在这里的时候，那疗剂就已经立刻可以帮到他。帮到佢哋手噶啦，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咧收听咗我哋嘅节目之后咧，都去准备咗嗰个嘅同类疗法嗰个套装，个家庭护理嗰个疗剂嘅摆喺屋企度咧，咁就真系做到一个有备无患嘅情况啦。咁好多时有时候有啲嘅急症嘅问题，可能咧我哋亦都唔会错过咗嗰个治疗嘅黄金期，一早我哋及早处理咗，唔会去到咧出现咗后遗症之后嘅时候咧，先至会去处理嘅时候咧，就需要再花多。啲时间噶啦，好啊！多谢袁医生今日嘅分享。各位有啲急切性嘅问题，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阿袁医生做一个预约嘅会诊。电话号码系25773798。如果想查询翻有关个同类疗剂嘅套装或者其他健康嘅产品，可以联络六创意健康店，电话系2882-4848。海外的听众亦可以透过 Skype 同阿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可以 email 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如果想重温翻我哋节目，可以上翻我哋嘅网址www.sourceradio.com， 又或者上翻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噶啦。好，咁唔该晒你，袁医生。拜拜，多谢大家收听，拜拜。